外表比较坚强，内心其实比较柔弱。对，我觉得李哥很感性的一个人。对，而且李哥他惧怕鬼屋，他上次我说要去鬼屋。好，对，杰哈，哎，是的，我是我保护。对，老李。没有看过小丑回魂。里面就是哦，对对，就是第二部里面，对，对，就在吃中餐，然后就每个人里面是个词，对，然后就告诉预言他们的未来，预言他们的未来，不过那是个鬼片啊，那个是有点，小丑一集，我想的，我巨坦，我还看过，我看出你的坦，我看起来很女汉，感觉跟柔弱没什么关系吧？你礼貌吗？外表是柔弱，但内心是一个我觉得挺坚强，但是你看似外表很。软就是感情，其实你挺理智的。对，没什么感情线。对对对。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挺反转，萌萌也挺反转。他看起来小小的，但其实他是那种……哎呀，他一进来我就知道这小姑娘肯定你知道吗？心里有把火。谁呀、啊？萌萌。哦，对，萌萌确实感觉很酷酷的女生，还是那种穿搭还是……对，看第一次就看得出来。第一次人看得出来，第一次我没有看。嗯、你觉得他第一次很？就是第二、yeah, 就是那个唇膏设计哦，因为他说话其实特别温柔，所以我也搞衣服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手。你这句话我听说了。对，没不是没有一个手游的吗？手游的还不是说温柔？你天哪，你礼貌吗？不是，沈阳灯对我来说是一个 boys 啊，哎呀，他不是 boys OK。我有很多朋友在纽约的衣服，真的不是。不是说纽约的人吗？那他们怎么站在更多人？那也不是我有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感觉这身西装，正硬生生被我穿出了热血高校的感觉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但是挺不容易把袖子撸起来的。这身西装强行被我穿出热血高校的感觉。你要把扣子再就是这样一下，我都爱戴这样才有。哎，我给你照一个。哎，潘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真没看到。主要你太年轻了，跟他们融为了一体，好丢脸，我的天。今天你是从重庆来的白马王子吗？我还有一个黑马王子，黑马在这儿。我们今天早上跟他在一块儿，感觉像是去接亲啊。对。想一个趣味养生菜名，就是我昨天连个小炒肉都想不出来。可以走养生那个概念。润喉什么什么？小炒肉润喉吗？比如说香辣鸡杂，就改成响辣鸡杂可以。不一定要跟着，药膳这个方面走，但是如果有功效可以夹在里面的，我觉得也蛮好。但其实每个菜都有功效的，连猪肉也有。猪肉功效？胖。想胖小炒。想胖小炒肉。不胖小炒肉。猪肉有什么功效吗？你告诉我，猪能怎样、啊？可以补肾和养血。没有。真的？滋阴润燥。那鸡有什么？你快点说一下，打个举个例子。我写好了，就类似这些，它主要菜里面有的。胃酸咸平，哦 ，OK。